朋友们看一下，这是最古老的捕鱼方法。每当这个季节，这个老大爷都会来到海边，用这个网捕各种小鱼，然后卖到养殖区里面，养家糊口。进来的朋友，在你手机不费任何电量的情况下，给个双击，加个关注。咱们今天晚上，每当大海退潮以后啊，有很多海鲜它来不及跑到水里，它都卧在沙里保护自己啊。这里面肯定是一个大家伙，我盯上了一只大螃蟹啊！看到这么大螃蟹，第一次见，给个双击，加个关注，看我赶海直播。杀马特蟹的洞啊，见他一次我怼他一次啊！今天咱们把30年的手速拿出来了啊，搂他！来来，哎我去，这下面是啥东西？我的妈，还一个大货嘞，惊不惊喜？意不意外？有货了，双击加关注，看我赶海。今天挖出来的这个是龙虾啊，相信大家都认识，但是应该有很多人都没吃过。嗯，我也没吃过啊。这个作品就是为了上个热门啊，咱不写勿喷，怎么来的龙虾，我相信我不说大家也应该知道。如果你还觉得我挺诚实的话，留个小红心啊，加关注，看我赶海直播。这是一个带味的视频啊，咱们海边发现了一个这啥都认识啊，里面竟然还藏着货啊，这个视频味太大了。那个有的朋友看到我出货了，反手就给了我一个双击啊，有的朋友加了关注，看我赶海。